日前我哋口播独家踢爆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嘅细仔曾庆顺去夜场嗰阵，成功猎到性感炮妹 Vivian Shack 之后，仲直落 Round Two 去到女方嘅屋企短聚，咁都唔止啊！随后几日佢哋继续形影不离。虽然日前我哋问过双方关于佢哋嘅关系，但系两个人都采取得淡笑唔回应。只不过经我哋开晒雷达翻查之后，我哋发现原来 Vivian 呢一位索女一早已经有个富贵男朋友 Michael， 而 Michael 正正就是 Thomas 和 Vivian 暗爆那间夜店的老板。不是啩？这样分分钟 Thomas 疑似是小三吧？这些嘢我哋自己 up 又有啲乜嘢用啊？最紧要都是问翻当事人。早几日腾腾鸡鸡的 Vivian 呢一日见到记者，明显就淡定得好多啦。一提到 Thomas， 佢都即刻 sweet 到爆咁，大赞对方好好人，而两个人食咗好耐噶啦。系啊，我哋好朋友。咁你哋会唔会拍拖噶？依家唔会，但系将来嘅嘢冇人知噶嘛。咁你有冇见过曾荫权先生噶？以前电视度咪成日见到咯。真人咧？真人咧？好啊。咦，讲到咁空泛，即系有无限嘅可能性啦。咁呢单嘢就唔讲啦。见你呢一日准备充足咁，我就梗系问下依家人有冇拍拖啦。点知道佢就即刻封口唔答，仲想跑咁样，劲快行埋去的士站嗰度。呢一个动作令人有好多想象嘅空间喎。